你是因爸爸，你唔知影伊昨昏就结婚啊？伊结婚啊？是偷偷跟你头家结婚的？系啊。哪有可能啊？伊证件拢在我家，哪有可能去办婚礼啦？爸，你真的是头壳顶壳壳唔知影变通的。你唔知影有证件挂失补办借方法啊？而你藏遐的证件，都已经无效啊。我跟你讲话，你不来跟我听，结果偷偷跟我去结婚，你别讲，我无想要听你讲什么话。爸，你慢点，你要小气，你听我讲。别讲啊，什么都不讲，我讲话你拢不来跟我听，安尼无要紧，我当作不是这傻子。请问一下，王亚春今天刚好来这上班。你敢唔知影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就伊这几天拢请假啊。你是因爸爸，你唔知影伊昨昏就结婚啊？伊结婚啊？是偷偷跟你头家结婚的？系啊。哪有可能啊？伊证件拢在我家，哪有可能去办婚礼啦？啊，不过伊确实是。甲公司请假讲要结婚的，唔相信你会使家己去问你查囝。你真正连一声骂拢叫袂出来，你想讲是我跟你说哦，后盖若是更唔叫，我就真正毙命啊！阿仙那爱叫我妈。根本你已经妈，昨昏阮已经去得去啊。现在要哭啊！我对亚纯是真心的，请你相信我。妈妈是欢喜，妈妈欢喜讲这个唔捌代志的查某囝，总算找到家己幸福啊！替你足欢喜的，妈。我今天就超婚了，你知道吗？妈，你要有信心，你查某囝唔那无胖起，而且佮嫁一个好事回来又好哩。听讲亚纯佮洛卡，你怎唔走去倒？我伫咧水坑岛过暝。敢讲恁真正结婚啊？无可能啊！我甲你啊证件拢藏起来咧，你爸，你真的是头壳顶壳壳唔知影变通的。你唔知影有证件挂失补办借方法啊？而你藏遐的证件，都已经无效啊！我甲你讲话，你不来跟我听，结果偷偷跟我去结婚。你别讲，我无想要听你讲什么话。爸，你慢点，你要小气，你听我讲。别讲啊，什么都不讲。我讲话你拢不来跟我听，安尼无要紧，我当作不是这傻子。今天妈妈办出伊，恁爸真正抓狂啊！哦，我拢假啦，伊是要安怎？我就是惊恁爸这口气吞袂落啦，会出大代志啦。